甜啊！你知道我整甜品咧，不嬲都麻麻地噶啦。不过咧，我又知道你中意食，所以我今日咧就特登拣咗一啲又简单又好味又方便，不过有啲又健康嘅甜品整俾你食。我特登咧买咗呢个你最中意食嘅蜂蜜柚子瑞士卷，就再将我买嘅呢个蜂蜜再加埋落呢个 yogurt 嗰度，捞匀佢。捞好咗个蜂蜜之后咧，就慢慢倒落去。挂住影我啦，影我特登为你精心而整嘅甜品啊嘛，睇。真系食到你个嘴。